完善一居室。这个 case 呢是在 downtown，今天过来刷一个一居室，一居室，然后呢包括两个衣橱，三个门，这些都是刮得很严重，也很脏了这墙，然后再有就是修个马桶，装个镜子，灯也不亮了，客人去买灯了，客人去买灯泡。应该是把灯泡卸下来了，然后这个呢室内一间，closet 也要刷掉，对，好，大概就这样啊，OK。一天的工作顺利的结束了，这个一加一，全屋刷淡淡的黄，三个门都刷了，两个 closet。也都刷好了，卫生间防水油漆刷好了，灯给它装了两个灯泡，然后马桶修好了，镜子挂上了。这屋租客还没有入住，刚买的 package 家具，然后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刷油漆之前就很干净，所以说之后也不能弄得太脏，对吧？恢复成原样就好。好的，三个门刷好，就这样啊，不错，OK。